接下来呢，把一首《天津快板》《武松打虎》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。喜欢平哥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转发、关注哟。还竹板这么一打呀，憋的是真不错。说一说那武松打虎无二个。花手那么一撇，无手抄家伙，知本就让打，打戏离了呵呵。要说打胡，还是那吴二个，大了户，出了命，天下传说。可没走几里路，他戏里暗琢磨，这山上的老虎他到底多大个？是狗还是母？是岗还是戳？是一个，是两个，还是那一打窝？一个还好办，我跟他能比过。要是上来七八个，我可打不过。转身刚要走，戏里又琢磨，这县太爷为打虎败了好几桌，又吃饭又喝酒，还给我唱歌，带红花骑大马送我上山坡。这样回去我可能真难说，我说我感冒，我说我咳嗽，我说我有假条，我歇两天再说。县太爷听这话真说我念错，众百姓听了我这面子往哪搁？我还得把山上，我还得去品锅，打死虎出了命我可了不得。骑马的跟相声大腕，我平起又平坐。什么叫魏文亮？没个是天理哥。马闪利他见了我提前来溜活，刚要把伞上，心里又琢磨，这万一出点事儿，这可了不得。老虎咬脚豆，咬我嘎吱窝，我有羊羊肉，一咬咯咯乐，咬我后脑勺，我可不能哭。把我咬上了，全家都数落我，谁让你逞能，谁让你这么做。你想成大腕，你想点别的汁儿，你食也不能食，你活也不能活。你成这模样，你算遭谁的？武松当时的心情啊，当时不好说，就跟我参加全国大赛的心情我看差不多。武松一看表呀，时间快到了，想了半天真忙找我，赶快把酒喝，喝酒来不及了，我先来杯可乐。